金星脱口秀是由灿星制作，大型时尚文化脱口秀节目。这是一档关于文化碰撞、文化交流的节目，由著名舞蹈家金星担纲主持。节目直击文娱热点，关注民生等问题。5月29日，金星脱口秀在武汉剧院精彩上演，场外围满没票的观众。金星和演员再三谢幕，返场跳了4次小苹果，观众依依惜别。酝酿了3年，终于出山。金星对于自己的脱口秀节目《金星脱口秀》相当重视，节目收视率位列全国第二。金星说：“我金星是不可复制的，500年就出一个。无论在舞蹈的舞台上、电视的舞台上，我都不是流星，我上去就不下来了。每天社会都给我信息量、素材，我把它整合，用我的价值观抛出去和观众分享，就这么回事。”